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丹，然后美乐在旁边晕车。那我们现在又在新竹五峰这边，我们今天要来了一个叫做白兰时光的露营区，那它在白兰部落。那在新竹五峰这边呢，有非常多露营区，然后这边的路呢，都我觉得天气不好的话是非常难开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刚好就是碰到了大雾，起大雾，然后下大雨的天气。但白兰时光呢，是我们朋友有跟我们大力推荐，然后推荐我们一定要来试试看来这边露营的一个地方。那我们就去看看吧。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起大雾，前面都是白墙，也不确定接下来几天有没有看到风景。走吧。走。你要再往上一点，看到吗？好啊，再往上一点。大明，嗨，好久不见，欢迎你回来。你东西又进化了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可是你这里怎么有水啊？对呀、啊，要不我旁边。好冷哦！好了，我们到了。我觉得我们上来这段路虽然蛮难开的，但是不算是我开过最难开的露营区的山路。你开过最难开的是哪一个？在你印象中最深刻、最可怕的露营车有一次，司马线360那个。好冷哦！糟糕，我这次没带外套哎、欸。那我们自从上次车速过后呢，我们就放弃搭帐篷这件事情了。我们现在就决定都睡在车上，然后带一个快拆帐，我自己睡快拆帐，美乐呢他会睡在车上。车速真的很方便。好了，这样就弄好了，你们两个就可以坐在这里，我就坐在车上这样子。好像很可以哦。对，然后这样吃饱之后呢，我就可以直接躺下来睡觉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搭完我们的天幕了，还有我们睡觉的地方，现在要去看他们的冰箱。哇，好美啊！哎，那边是在盖民宿吗？对。哇哦，以后这里就有民宿了。这里是不是？这里看起来就是厕所哎。C 区。哎，这 C 区位置好像不错哎，离厕所很近。哇，这 C 区很棒哎。他有问我们去，我想说还是不要有人的地方也比较舒服。这里有饮水机哎。哇哦，还有热水吗？有啊。哇，很棒。然后这边还有杀虫剂。蚊香，这是你的对不对？对。那、啊、这里嘞，都是我的哦。那我们就放在这一个是吗？你可以放下面那个。烧酒也是你的吗？对。烧酒今晚就不是你的了。我就想说一起喝啊。哎、欸，它跟洗手台还有热水、欸。哇，这么好啊！就冬天来的时候不会冷到、欸。这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会洗得比较干净。有热水，厕所就在冰箱的旁边。这里洗手台。嗯。然后还有吹风机。有镜子。有四间厕所，哎、欸，洗澡是在对这里，哦，两间浴室，两间厕所吧。哦，一个蹲的，一个坐的，哇，空间还蛮大的。嗯，哦，我刚才那是男生的，刚才那是男生化妆室，这才是女生化妆室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请男女分开。所以女生的有两间，男生的也有两间啊。哦，然后它这边厕所呢，还有这个窗户可以通风，然后这边还有个架子可以挂衣服啊、浴巾啊，然后你的洗发精啊、沐浴乳却放在这小篮子里面。然后我们这一区是目前没有开放的，是营主的朋友区，因为刚好大米是营主的朋友，所以我们还有机会用到这个位置。这个因为啊，旁边有一个洗手台，然后它这里有插座，两个洞的插座。然后还有灯，在这，你看 ，OK， 晚上就有灯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，把我们这个天幕搭好了。然后我们刚才去看过我们洗澡啊，然后热水啊，冰箱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要来准备我们的晚餐。那来看一下我们晚餐要吃什么？泡面？不是泡面。泰式炸泡面哦，泰式泡面，这是要用煮的，不是泡的。嗯哦，好，
然后还有食材，先洗澡吗？都可以。这是什么奇怪的需求？我说我现在没有人啊，想要干洗。好，那因为他们现在去洗澡，那我现在就先来准备晚餐。新买了一个锅子，它这锅子呢就是有三种不同大小的。那我们这次呢就带来露营使用，然后它还是粉红色的。那今天晚餐呢吃面，然后它这个锅子啊还有附这个夹子，这个夹子呢就是方便我们在拿这个锅子的时候呢，哎、哦，可以这样拿，哇，这放了很重的水啊。然后还有个盖子。太到底。哇塞，糟糕！我们现在因为今天下雨天，然后我们又开了灯，所以现在非常可怕。糟糕，等下美乐回来就会疯掉崩溃。好，那第二道呢，我要来做洋葱炒羊菇跟肉拌炒。嗨，给你们看个很可怕的东西。那你拿哪个？这我跟蚊香没关系，这跟把电灯关掉才有关系。下雨天，下雨天就会有这个东西哦。为什么你也知道？啊，你看地上也有。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地上也有很多。也不是不行啊，但是这不是结吧？结吧、就是。它还是会飞过来。你不要看到它就是结。以前我们在乡下的时候，只要下雨天，外面就都是这个雨，就是都是这个虫啊。对啊。它刚刚更多，你眼前看到的就是黑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自然啊！你们要露营就是要享受自然，你们。接下来弄的是泡菜汤，对不对？对啦。哎，大米，你这个泡菜全部不加吗？你可以先加一半看看啊，可以用一点起来给我吃吗？还是有哎。你买爱滋味的，买的很好哎、欸。我金宝也推荐爱滋味，要吃豆腐锅的话就知道用爱滋味。豆腐锅就是要把这个加进去。我看你们已经没有信心了。害怕就来不及。然后接下来是加这个。加那个。开玩笑，我要喝的。好，我来看阿丹刚刚煮的这个料理面。哎呦，不错哦，看起来不错哦。如何？辣辣。不错。那不就好，先我只加一包辣椒粉。嗯，好，可以了。我们现在用这样子看电影，有点腰很酸，因为都要往前这样，荧幕太小了。我觉得之后如果有一个投影幕，然后就直接掉在那边，真的摆布就在这边看。好，下一次目标吃虫小猫，还吃那个虫，满满蛋白质。嗨，太多虫了，我决定拜拜，我先盖起来了，晚安。你怎么这么早醒？我刚才看你睡得很好啊，我还以为你睡得很好哎。你这样还没地方放，太高了。哦，你再高，再怎么样，现在已经快十点了。九点多了。对啊。第一次睡到九点。好，大米，我们今天早餐吃什么？吃鲔鱼吐司。鲔鱼吐司。加起司。加起司，然后还有蛋。对，然后还有纯丝茶奶茶。
哦，赞，纯芝达奶茶当早餐最好。那我们现在吃完早餐之后，我们要去参观一下这个营区。走这里上去就会有四个人。对啊，山的那一边就在那边。哦，你看啊，它这边开了大门 ，B、C 区是往这个大门过去啊，然后 A 区是走这边上去。这是他们之后要做的民宿啊。就是对，有房间。白兰时光的民宿。哦，这民宿之后哇，可以看到云海，这真的是视野很好。如果说前面不是白色的话，哇，人家好会弄哦。你看它灯红好可爱哦。每次看人家这种就觉得很想买，可是自己买了之后呢，就觉得搭起来很辛苦。哇，弄得好漂亮。其实我觉得露营就是时间在这边时间很多，然后就可以慢慢来，慢慢布置，慢慢装饰。啊，但是我们就不是可以那种可以做一件事情做很久，慢慢做那一件事情做很久的人。你看。真的是星空下哎，就是你想拍的银行。我们现在走到了星空下这个营区，然后他们那边有营本部有在卖东西，很过来那边写诚实商店哎，哪里啊？我们就是要去诚实商店。我想要买科学面。哦，自己投钱。哦，自己投钱。对，诚实商店，诚实商店，自己讲价目表。我还在想说店员在哪里。来，美乐来讲一下这里诚实商店有卖什么样的东西吧。这个诚实商店很多东西也有，卡斯炉，一点卡斯炉都有哎。完美灯，延长线，水，哇，饮料，一整柜的饮料，还有这个厉害的东西，贴心啊！刚刚讲的东西都有。嗯，哇，盥洗用品也可以买，鱿鱼丝，哇，饼干之类的，然后粘虫的，嗯，还有冰哎、欸，是冰哦，酱料，早餐的酱，哇。红酒啊，各种露营可以用到的东西都有卖。然后呢，它这边就是这边有价目表，你买什么东西呢，就对着这个价目，然后诚实箱，把钱丢到诚实箱里面，真的有。还有这个明信片，明信片，对哦，哦，绿挂咖啡耶，大米，你把你的咖啡放在这里好了。哎，它这里还有餐具可以寄用，然后还有电锅跟微波炉，如果真的不想煮的话，就来这里用吧。你意思是说就在 Seven 买微波食品，然后来这边微波，然后直接拿去那边吃，就是可以享受到这个你想要在户外吃东西的乐趣。然后还有卖火种、木炭、打火机。如果不小心有受伤的话，它这里还有医药箱可以。哇，然后它这边还有木头哎，一根10块钱木头劈好的，如果说要用焚火台的话，就可以直接在这边买。我们现在收完帐篷，准备要回家了。然后今天有一点下雨，然后都是雾，全部都是雾。好，那我们这次的露营影片就到这里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拜拜。